不会的吗？对啊，这种不能一级跟着线上线的话就爆。 还好啊，他妈的还好，我打的没问题。哎，卡平，干嘛、啊？平月就打死你了。我们操，能不能升高？ 两组也就来了，感觉辅助可能是补位的，因为没有对线经验啊。就打对面这两只100%一搏，他们只要没有帮打野开100%一搏，在这个草丛，就一定在这个草丛。我可以明着讲，他一开始还不跟着兵线一起上线，一级这个位置直接让就爆。 派克在这二期，在这一级他们的强度太高了，这样很难玩了。下路还要吃打野压力的，这样，因为我们打野进野区了，对面打野要么回野区守，要么进我们家野区。如果是进我们家野区，下路吃会吃到直播压力的。 哎，你看来了。 就没办法呀，这个都是阳谋啊！这种线，我们拉进野区，他基本上就是会来的阳谋。补不了伤害的。 我怎么追啊，兄弟！哥们儿，不追不了了呀！我那血量我就不想追了呀，对吧？我那血量还要陪你追吗？我都觉得他杀不了了，我都觉得已经杀不了了。哦，什么也拦不住我。 寄生虫，那可不太舒服。我不想追啊！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走上。 想吃点线。OK， 好好 gank。好吧，伙计们，不要再想我。 哎，本身就很难受了，你这还要强迫我追刚那波吗？
我感觉我刚刚那波再追我要爆了、啊、对，撞墙了，第一次掉地。我从不失手，但我会公放你的身体。他在打上半区的，这眼不用做吧，这都不都知道人家打野在上吗，要去做这个眼位吗，就很感觉很浪费啊，是吧，人家打野明卡已经在上露头了，要去做眼我是觉得没必要。好 Q， 这个 Q 打得好，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1133，加油！我讨厌"偷"这个词，我会说解救或者获取。就出这玩意儿的嘛，他不出挺进，他不出挺进，那怎么搞啊？他出这玩意儿玩爆杀吗？我感觉他爆不起来啊。再打小龙估计，赶紧把打辅助摇过来，有辅助就不怕呀，他来能打。没辅助肯定怕的。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？OK， 一点想法都没有，那就推他吧。确实不太好有想法。哎，好难玩呀。这么有画面存在感吗？对啊，这派克开搞了。很有存在感打的。我绝对不能再被拖上巫师法庭。理论上说我并不能合法的持有这只手套。
你不会让我们两个人去吧，哥哥？你还在刷野呢？我们两个人去狐狸开团怎么办？我狐狸上来开人，然后派克上来开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好吃剑。A Q， 还行。下个 E OK。那这波技能吃的，死得其所吧。这波死的，这波死的 OK。山羊可以转一层 ，OK， 转不了。还想着山羊转一层镀层。这剑吃的有点难受啊，但好像整体来讲还不错。操，他们 AD 二杠七的。加洛青羽从不放弃，他是真的。要是我不知道规矩是什么，那我是怎么破坏他们？我就是神来。压不了线，中路线压不了，没必要。险之又险，操，老子屏障为什么不交屏障？说话，屏障为什么不交？说话，那屏障，那留着这么大一个屏障为什么不交啊？哎，我哎那，那个，哎，我觉得那个一技能不会打到我。那你有什么呢？好烦啊！我的。还要去吗？我其实不太想去了，因为感觉这边人很多哎。
啊！我懵了。其实有没有种可能，只要在我前面站一下就好了呢？有没有这么种可能呢？嗯，我想应该是有的，但是没想到操作确实有点没想到。是，我想到了一万种，他会往后，就一万种场合，他会往后走，贴着门多，然后帮我挡 Q。我唯独没有想到这种。可惜。是，这确实不知道怎么讲，很难评啊。我感觉他们打着打着要融入分段了，快点让我到大师吧，我也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，快让我到大师。哎，没绷住啊，对，有点没绷住。主要是很多我觉得很合理的操作队友不能理解我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时候有些操作队友不能理解我，就比如下路那波为什么不追，然后前面还有一把也打野问我为什么不去打小。啊！老子为什么不早点交屏障挡伤害呀、啊？哎，我好烦啊！哎，我早点交屏障挡两下，363他斩不死我，那死的就他了呀！哎，我巨烦！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今天他妈怎么打的操作他妈跟屎一样？哎，好烦啊！今天为什么？有点被自己恶心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好菜，受不了了。哎，将来的事是好是坏没法预料，所以我才会听到。哎呦，行，下一把我一定认认真真表现一把，真的，下把我一定心无旁骛，认认真真表现一把。可能今天真的一直在想心事，我今天一直在想，组队拉人的事情，可能有点原因，有点想心事了，我下把心无旁骛。
净。我现在周围湿漉漉、黏糊糊，而且说不定全是水蛭。炸飞他们！打团吧，打团吧，打团吧。圣影姐是什么效果？加攻击力28点攻击力。就跟无尽一样的，无尽也是加28点攻击力。对啊，毕竟确实生命偷取确实不太好加，就是说。牛，平常，E。